老婆已经39周第四天了，来看一下这个肚子。现在我们来到了 UBC 的玫瑰园，散散步。老婆在昨天的时候其实已经见红了，然后打电话到医院里面，医院的医生说见红，但是没有宫缩，就直接等吧，大概等一两天的时间吧，大概就会宫缩要生产。今天已经第二天了，没有任何反应，所以带老婆出来走走路，多走一点，希望可以早点宫缩。现在这里太迟来了，好多花都谢掉了。现在好像大部分学生放假了吧，整个学校没有人啊。 UBC 这么多学生，感觉这边是空的。我们在网上看，见红以后大概24到48小时就会宫缩了，可能就要生产，所以现在已经30几个小时了吧，所以明天早上睡醒应该就48了，那希望明天之前可以有宫缩吧，不然等太久也比较担心了。这里的医院非常奇怪呀，国内就是见红就直接可以去医院检查了，然后在那边待产，这里呢他一定要你开指开到4指，或者你已经疼到站不起来了。很多朋友之前也生产在这边，都是说你一定要快生了他才会 接你进去，基本的标准就开4指，或者脚疼到走不了路。所以我们昨天打进去他也是说没事，就在那等吧，等到宫缩的时候再打电话，所以我们也只能等了，不然也进不了医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是第40周的产检了，距离上一次见红已经有4天了，目前还没有什么反应，所以今天看一下产检的时候医生怎么说吧。我们比较担心太迟了，到时候可能要催产。今天这个诊室有多了一个给小孩称重量、量身高的地方，其他的都一样。今天是40周加2，刚才早上老婆发现很多血，现在目前还能自己走路。我们打了电话，医院让进去检查一下。现在我们准备出发去医院了。你要不要先吃东西啊？我们刚才早上去医院检查了，医生检查了一下小孩子心跳，然后再看一下开了几指，一切检查都是说正常，但是因为没有开到4指，才3指，所以又被送回来了。现在我们在家等。那医生可能说到时候如果破羊水啊，或者出血量太大，或者疼痛宫缩非常频繁，那我们就再进去医院
现在就等着。老婆现在打了一针吗啡，本来说应该是没那么疼了，但现在还是宫缩的很疼，现在只能等了。吃完饭以后，老婆宫缩实在疼得不受不了，我们又送进来检查了，就在116.7到120几之间反复的。老婆开了6指了，但是由于产房不够，所以在等待中。等了2个多小时，终于被安排进产房了。这个产房感觉还不错了，挺装修挺好的，设备也很齐全，安静舒适。虽然进了产房，但是医生还是要等，现在在等医生过来打无痛，已经等了1个多小时了，应该马上就过来了。A few hours later. 生产完以后，我们就被安排到了休息的房间。现在护士在给老婆做检查，以后给小孩做检查。这个是医院给的餐，非常的西式，麦片、鸡蛋，还有面包、华夫饼，非常的简单。Hello， 爸爸在这。爸爸在这。你的鼻子还很高啊，怎么今天脸变黑了？ Hello， 看爸爸。现在我回来拿东西，小孩、老婆、妈妈都在休息的房间。他因为他医院里面包饭，只包产妇的饭，所以说我跟妈妈吃的东西还要自己准备一点，另外还要再多带一点东西，之前可能没带足。但总体上这次体验这个 BC Woman 的这个生产的整个过程还是非常好的，护士跟医生都非常的有耐心，而且进入产房以后，护士就是一对一的服务了，就是你这个产房它有专门的一个护士一直待在里面，直到你生产结束。那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这边现在这个护士短缺啊，所以我们刚进去的时候排队排了，在这个带一楼的这个休息室吧，大概等了快2个多小时才到2楼的产房里面，这个是唯一的不足了，因为现在因为 COVID 了，也许那很多护士也陆续辞职，压力很大，然后员工非常的短缺。除了这以外呢，这整个体验还是很不错的。它整个费用是包的，而且产后的休息的房间啊、吃饭啊，包括小孩用的尿布啊，一些东西你都可以向医院拿，都是免费给你提供的。然后小孩今天凌晨生产出来的，然后医生说大概在休息房间住2天，然后抽血化验看一下有没有黄疸，如果没有黄疸就会出院了。这里北美一般住院的话很快的，产妇生产完很多的第二天就回去了，如果有黄疸可能要在里面住7天，或者产妇有点危险状态不稳定，或者小孩状态不稳定呢，那可能待一周多一点这样子出院。昨天看到小孩出生的那一瞬间，真的是你说不出的感觉了，然后整个人就是眼神就目不转睛的看着小孩，就呆呆的一直看着他，就非常吸引人的那种状态，挺有趣的。现在其实责任还挺大的，因为你以后就要为这个小孩负责啊，包括他的教育啊、成长啊、身心健康啊，都要开始考虑了。
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了。喜欢的朋友记得订阅哦，拜拜。